对，给大家拆箱一下那个正号 Ekflow 的 Delta Two。Delta Two，这拆箱之后是，一个用户手册，然后是一个机器的保护泡沫，然后这个就是机器。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它的连接线配件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Dota 2 的，这是反面，这是左侧面，这是它的输出面板，输入两个接口，四个 AC，一个车载，两个 DMCC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界面，界面这边是，再往这边看一下，界面可以看一下。USB-C-C 口100瓦，100瓦的 C 口两个，快充 USB 两个，普通的 USB 两个，可以看一下。